对，我知道你是不甘你阿公受罪，才站出来打嘴。不过你这样也同样受到攻击，武山集团也受到伤害。不再说，你这样是欠下着违政罪呢。不管怎样，我都要替阿公倒在头前，绝对不能让阿公受到这么大压力。不通啦！你看阿公这么着急，你就先看状况，等警方调查好不？阿公，你是别烦恼啊！我伫去关几工啊，等警方调查出结果，证明凶手是我，我就当出来。关几工就当出来啊？敢有确定？我昨昏想清楚啊，这真正凶手，那不是吴辉煌，就是吴依林，甚至吴依林的嫌疑更加大。万新明，你以为白海良的死，受过痛苦，无法度接受事实，我会当了解。啊，不过你家己出伫个无辜的阿公，还佮依林身上，受过离谱啊啦！你应该配合警方的调查，找出真正凶手才对啊！你莫再跟我讲吴辉煌是无辜的，你想要杀死我，想要杀死汉良，这拢是事实。爸，爸，吴信贤、廖蒙之，你两个走来家送啥？爸，我听讲你想害我们杀死白汉良，哪会安尼啊？这个彭彩霞真正是出头够多呢。伊人讲要担罪，伊就随叫吴信贤这样的状况，分明是准备要抢位嘛。爸，伊人伊有前科，伊搁去自首，伊会让人拘留足久足久的。若是到尾哦，查到这个案件对伊不利，伊会加重刑罚。我想，伊人伊一定嘛知影这点，搁决定要去担罪，伊真正足友好的。我真正感觉足感动的，依林，你就放心做你去，阮会替你甲你的阿公照顾甲真妥当。妥当分两种啊，妥当活的甲妥当死的。恁两个经济时间来，这时间点搁抓到不遐准哦。吴信贤，你过落界害阿公，甚至只有可能甲阮性命交界，伤害阮爸。你今嘛搁走回来，要照顾阿公？你到底有什么企图啊？依林，你真正是冤枉啊！敢讲只有你有资格诱惑阮爸，我就无资格。我会当体会你有冤枉的心情，咱母家的人应该互相体谅，互相斗相共才对啊！依林，你看，阿公也无希望你去自首，你莫去啦，咱阁想办法好不好？阿公，这段时间晴天、水海，你阁有阿母，我会保护你安全。你别烦恼，我知影拘留所的生活是啥，我会好好照顾我自己。你着好好休养，等我回来就好。甘啦，真正不要紧啦。一切都跟咱计划相共，鸟鼠一只一只拢搜出来啊！知啦，我随你阿姊过去。好啦好啦好啦，你等我。小姐，林姐，别变我头，我是来跟你斗相共的。你若是拄到麻烦需要帮助，你就点头。
敢是边仔迄台火车顶面的人，甲你威胁？那呢，我替你报警。我来伤害啊！我有诈骗集团控制，因逼我做车手。那是你报警，我嘛会予人扣入去啦。那呢，咱即马要安怎做？你若是有影要斗相共，你就答应我一件代志。大哥，歹势啊，小凤姐，创啥啦？哦，歹势啦，我的车无电，敢会当麻烦你帮我接电？无用啦，闪啦！拜托一下啊，我就无时间等道路救援啊。那是你搞倒三工，我给你一万块。啊，好啦好啦好啦，谢谢啊。哎、欸，是倒一台啊，进来。你跟我跟你斗三工，我来你边安尼做。先生在讲啊。不然你就好啦。你有要紧无？没想错。免惊啦，袂死啊！这是胃胀哦，都好一点人淋敌啊，可起码还袂食饭的，都还够早间被狗狗咬穿，这胃吃死了。哎，什么哎呀？鸟啊吼，是有名有姓，哇，叫做王如奇。我不是那个意思啦，我意思是，那有人来扫啦。啊，你有要安怎？我肚疼啊。啊。最后间有一间我熟悉餐厅，无，我先带你去食饭，想说家里面的伤先处理一下。袂歹哦，你是好人呢，应该是我爱请你食饭才对啊，我赚到啊。啊？阿三，有安怎？名？你还没搞到，帮你叫啥物名？好，我叫鲁智涵。袂歹哦。哎，那边哪受伤啊？我无使你跋倒啦。来啦，先啉一罐小的牛奶，你巴肚会较爽快。我无该啉牛奶，无你叫因家菜出较紧的啦，我巴肚枵到要冰棒啊。免催啦，因等下就会甲菜送入来啊。颠倒是你，我药啊补到这尼慢，无得甲菜拢送来啊，你药啊搁还袂补好咧。归去啦，我搁帮你补，搁较紧。安那，想起哦。我只是讲老实话尔。你唔较早讲诶，害我一人面子薄。那，好你啦。哎嘿，小姐，拄则是相公，我要家己来，啊叫我先去点菜，啊你别记啊。那是安尼吼，歹势啦。
拍谁拍谁？你完了？拍谁？我来卡谁哩？好，我想。我问你哦，你哪会去做诈骗集团的厕所啊？讲到这哦，我就气啊！恁姊阿我就是伤过相信朋友，才会上这一船呐。跟我讲这是足好赚的工课，哎，会当一工赚一两万，啊，若是较拼的，就会当月入百万。想知啊？恁根本就是诈骗集团。我原本哦想要冷干，啊，不过因威胁我。那是无乖乖听话，因都会把我折磨到死。而且我搁偷听到，因打算今日暗时，你会把我卖到东南亚。好佳哉，拄到你。安尼听起来，因真正足无天良的。是讲你哪会需要这么侪钱啊？敢是出来有困难？再讲起来哦，就回头长啊。简单讲，就是为你，我要活下去。你莫看咱一人溜溜，一人霸，全家霸。啊，不过我即卖连霸这里哦，都唔知要安怎做到够啊。搁较免讲过生活，食空气的日子哦是足歹过的哦。你的胃无爽快啊，食鱼哦较好消化。还有这干贝鸡肉粥，哇，讲啊真暖，嘛真适合你即马食。来，好啦，不管是乌料还是白料，只要会当煮哦，拢是好料啦，我都不爱甲你计较。豆豆吃啦，你不是胃不爽快，豆豆吃啦，安尼会记着。会说你哦，迄卖会烧。小王姐，你是惊我把这的菜拢烧了是无啊？一直念，一直念，念到我的胃哦，拢无法度消化啦。啊，我也袂枵，那就跟你吃。你的意思是讲，你带我来这吃饭？是因为你甲我分，还是看我可怜啊？哈！我无迄个意思。小停者，小停者，小停者。这是食饭时阵的规矩，莫伫遐弄碗，因为弄碗是去食菜做的动作。你即摆是讲我是去食是无？小姐，我拄则讲这么侪句，你着敢那听着去食迄两字哦？对，因为你自头到尾就是高高在上，看官无看家看。哇！我什么时阵高高在上，看官无看家啊？就是即马安尼，我无想要再甲你讲啊。你若是看袂起我这种人哦，你就闪我较远的啦，唔免让我带我来这吃饭啦。这顿饭的钱哦，我阁付会起啊。那，这哦一盘我算你两百啦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总共是八百，一千块你免走啊！剩下哦，就当作是多少买药的钱啊？哎，当作是百元热炒。百元热炒比这个好吃啦！拄到你吼，我的胃哦，搁较疼。啊，这摆是安怎啊？啊，话避免就避免，我是都会抓到伊啊。真正是哦，好心客有雷惊了。